导游，导游，不要雨果。小米拉，这边，放这边。我记录的在这儿，我在这儿把照片。青椒鸡肉不切了，这用绞肉多。你上我切的青椒要辣的，连剁条冒火了。吃肉肉，姜给蒜给放凉，一块打碎。买这个绞肉机真买着了，对的很。不带劲。这用了三年半了，这绞肉机。没怪手打得更好。道理。解味儿。中吗？哎，我烧过血汗啊，很中啊。好好好，别烧了。煮好的老菜，老板会打个下手。黄豆一定要给它煮烂。打里点五香花的，中油味儿。小贵。打了米酒了，这明天咱妈吃芝麻盐鸡搁这里打走了。谁家有个喜欢干活的男人真好。行啊，好不好？会刷锅，会刷碗，还会洗碗，你看行了。那这一会儿再吃一下啊。反正你也不吃了就。倒多少？倒桶啊？差不多。这葱给它放的炸香。主要吃这味儿的啊，放点花椒、一把椒，这老味啊，给我放辣椒过来。辣椒到了。啊。切，别碰你身上了，快切。到不了。快切一碰。哎，行啊，你到吧。你离远点儿。再见。咋的？要咸点吧。你不用这咸。咋的？放点生抽。再加点甜面酱啊！豆芽子，豆味上头。这么少，有钱吗？放料可以给你自己口味自己喜好调啊，甜面酱调少了，加点生抽给调料颜色。加老抽，加老抽，搁错了，口味。
浇出点，不地下光抓锅。粘呗，你咋粘？好了，快点。知道了。弄点儿弄啥？炸鸡已经出锅了。咦，还对呢。辣椒酱煮好了。朋友们希望我可以点个赞加关注啊。